在妈祖的信仰内底，咱讲讲妈祖是龙女，因为就是龙女，所以有这个行云布雨吼，又会当帮咱救火。啊，所以你看真侪故事内底拢会去讲到，伊可能是雨水妈。金牛爱炸啥？爱炸金牛旗，而且妈祖婆咧在五行当中是这个灵气关顶。就会来派到一名兵将来给你护持。大礼拜日暗时十点，请收看公视台记台，这是台湾。